为什么韩国女生不管扎什么发型都能显得脸又小又精致，自带高级感，而你扎的又扁又塌，还显脸大？今天就教大家三招韩国人气发型，每一个都能让点脑壳秒变高级。第一个，从太阳穴到后脑勺分成这样上下两步，下面的头发扎一撮小揪揪，上面的头发套一个洞转一圈，再套住这个揪揪，拉紧固定住，下尾再绕着揪揪几圈扎起来，后脑勺就非常的圆润饱满，颅顶也高高的，套住头秒变女团童款。第二个，发尾卷底下，这样折进去，用皮筋固定住后往下拽松一点，在后脑勺这扒开一条缝，把扎起来的头发藏在里面，用两边的头发包住，最后用一个鲨鱼夹腹部。韩系高颅顶甜妹这不就来了吗？瞬间脸小了一圈。第三个，把头发分为上下两股，从下面去做头发扎起来，挑个洞转两圈，拉紧固定住，再把所有的头发扎起来，这样一个温柔慵懒的马尾，谁还能看出我的颅顶肌呢？这么简单快速的高颅顶发型，是我才能的姐妹们，赶快试试吧。